那个也有可能是造假的啊。反正我就觉得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小时候看过他跟他爸。嗯？真的吗？会不会是你看错记错了？说不定他是邻居家的小孩嘞。我没记错，他小时候他现在一样圆。你没事记他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干嘛？其实也没有特别去记啦，反正我就是记得。或许他跟我有什么关联吧。那肉包跟我们有什么关联？为什么我老是在做这些事啊？就算是佣人，也有下班的时候吧。这么晚看这么大一间房子，还真是有点恐怖。新的女儿，怪不得你白天都在睡觉，你晚上都看一整晚的录影带哦。那我一直睡啊，我不是有起来吃饭吗？那也算吗？美国片、日本片、韩国片，哇，你这里真的什么片子都有哎。想看什么就拿去看吧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脸红啊？难不成想看 A 片呢？不是啦，不是想看 A 片，我有想看一部片子，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片名是什么。那是谁演的？我不太清楚哎，不过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国一那个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。是部外国片吧？嗯，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海边，天空好蓝哦，海水也是，好像有一点点风。那个男孩就站在海边，望着远方，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突然，他就回过头来，对着他身后的人笑。一开始，他的眼神。可是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笃定，然后他回过头去就往海里跳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知道那一部片子。你真的知道那个男孩子是你的初恋情人吗？说对还会害羞。才不是呢，国中生怎么会有初恋？哎呦，你还真纯情啊！不要那样笑我了。
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他有没有演过其他的片子？印象中好像也没有。那你一定很沮丧吧？嗯，这种感觉就像把奶奶送给我的玉给弄丢了一样。玉？嗯，我记得在五岁的时候，我到西边去玩。玩着手里的玉，一个不小心就掉到溪里头。我望着那块玉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好失落。现在，我只要想起那块玉，我的胸口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样，好难受、哦。那百合，你现在想到那个男明星，胸口还会发烫吗？嗯，在笑什么？小笨蛋，这就是初恋呐、啊！我正好有这部电影啊。真的吗？嗯。知道男主角的名字呢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看得出来这是谁吗？他就是景。景？那你现在想到那个男明星，胸口还会发烫吗？这就是初恋啊！我这里正好有一部这样的片子，我还知道男主角的名字呢。看出来了吗？是景。我一直很喜欢的那部电影，没想到男主角现在和我是一家人。这部片子就叫做《玉》。爸爸是这部片子的导演，景那时候才15岁，跟他爸说好只拍这一部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外国人，这也难怪了，景的眼睛是蓝色的，而且这又是一部美国片。不过景真的蛮厉害的，他在这戏里面没什么台词，还是演得蛮好。话说回来，百合，你跟你的初恋情人睡过哎？什么睡过啊？他不过是来陪陪我而已。更何况，当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。这种经验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初恋情人变成哥哥，而且每天都生活在一起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呢。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，就像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永远都猜不着。唉，又来了，每次都用这种方式把我从梦境中拉回现实。哎，最近要洗。幸还是不幸，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了，最起码我们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。
活力水活力散，完美的身材。